展宇吗？走啊！打球去！我新找到一个不关灯的球场，贼爽。回去。你要回去学习啊？不会吧？然后拿到体育证书的人早就不学习了，随便凑点分得了。三年都没见你努力过，现在开始装好学生啦？就是揍棒，你最近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 你再不摸球，你就变傻了。走吧，我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走吧，要去就去，不去闭嘴。哎，走吧，不去算了，走走走。怎么样，接电话了吗？没有。 林北星，赵帅，几点了？你成绩好不用读书，拉着他干什么？我们正忙正事呢，没时间给你解释，你赶紧回去。林北星，我们在动物园发传单，他是我单位的时间。好，我不打扰你。我自己在自习室看书看到现在，恨不得把三年的功课全部补上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就这么帮你学习的？ 我们真的，不是，你松开，松开他，都给我住手！爸。